大家好，等等一下，介绍一下好吗 ？OK， 这里1502番号，21年前最好的房间，最好的酒店，邓丽君来来回回住在这里，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我见过他。1993年两个月，1994年全年到1995年5月8号，3年前。这里我的门用的门送给他吃饭，送给他鲜花，鲜花他喜欢百合花，送给他水果，水果他喜欢的芒果山竹，邓丽君他的门，他进去过那边。22年前地堂电视我们换过了，沙发多一样没有变过，其他没有换过了。OK， 请随便拍，请随便看，慢慢来，相关好吗？慢慢来，相关好吗 ？OK。